好，今天是2022年12月24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9:19。刚才祖兄给我突然痛了一下子，感觉我看到了在天上啊，这下面感觉很亮的一片天空啊，这边就黑黑的，像一个峡谷哦，峡谷是这个峡谷。一个峡谷哦，这个明暗对比度太明显了。今天那个峡谷啊，峡谷太明显了。这个峡谷是这个峡谷什么？是从很远的地方啊，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，或者摄像设备，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峡谷，发现了峡谷。这个是喜马拉雅山那个打开的山口，这个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啊，这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几乎是那个，要从那个。末端啊，从那个山口万科的末端照过去的时候，发现，就对着山看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峡口，发现一个峡口，发现一个峡口在那边啊，发现一个峡口，但发现峡口的时候，人们首先想到了什么？首先想到的海市蜃楼，海市蜃楼，怎么在那边一个海市蜃楼这一个缺口呢？一个缺口呢？看到海市蜃楼以后，一般来说人家也好奇，就把这个镜头啊就盯在那边看那海市蜃楼的变化，包括人家说看到一列火车从那个在天上还窗户都看得见，好像在移动，但是我们这个海市蜃楼好像没动，海市蜃楼没动，观察了一天居然没动啊，观察了一天居然没动，观察了一天居然没动，然后到了第二天再去看看，还是没动。第三天呢，还是没动；第四天呢，还是没动。当一个星期发现没动的时候，好像人家感觉到什么了啊？好像这边出现了一个峡口啊，出现了峡口。这个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怎么一直盯在那边不动了啊？那个海市蜃楼，怎么一直在那边不动了啊？一直在那边不动了，一直在那边不动了啊。后来。这个一传开一个，好多人呢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啊，确实有个峡口，确实有个峡口啊，确实有个峡口，兄弟们，确实有个峡口，确实有个峡口啊，确实有个峡口，这个时候人家开始定位了啊，开始定位那边的时候，去定位去的这个，然后定位到那边，然后到那边一看，好多那个雕塑啊，好多那个雕塑。好多那个雕塑啊，好多那个雕塑啊，然后，这样慢慢被发现了啊，慢慢，发现了那个地方，慢慢发现那个地方，慢慢就发现了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个山口，那边被打开了啊，山口被打开了，山口被打开了，打开一个，那个山的那个缺口啊，打开了一个缺口啊，山口打开了。然后发现那个山口那地方，好多那个雕像啊，好多那个雕像啊，在那个挖开的山体边上啊，放了好多雕像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事传开了哦，人家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不知道怎么说啊，一个一个雕像就在报章出现了啊，一个一个雕像在报章出现了啊，然后吸引了世界上无数的记者啊，无数的记者，也就在这。在这个档口啊，那个书正好出版出去了啊，出版出去了啊，介绍了，有喜马拉雅山这回事啊，然后两个信息，就合拢了啊，两个信息就合拢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我们看到这里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